卓溪乡公所为了要推广在地农特产品，办理幸福卓溪111年的农民产销班健康乐活暨农特产品推广活动，也就是第一届的农民运动会，邀请卓溪乡内的各个产销班员来参加，场面相当热络。农民穿着雨鞋戴手套，不过这天不在农田工作，来到卓溪乡公所旁边的大草原参加运动会，跟着跳着健康操，相当有活力。卓溪乡公所为了推广在地农特产品，办理卓溪111年农民产销班健康乐活暨农特产品的推广活动，也就是第一届的农民运动会，邀请卓溪乡内的各个产销班员来参加，场面相当热络。说是运动会，让我们农民聚在这里啊，能够回到18、19岁、20岁一样，我们一起来欢乐。都是义兴农会的，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要把我们的农业，把农民带起来，我想今年我准备卸任，要交给新任的，我相信他们都会跟我一样，会照顾农民。会照顾我们的这些产销班。农民产销班健康乐活暨农特产品推广活动现场也颁发了花莲县政府评鉴考核绩优的产销班，总共有3个产销班，分别是苦茶1班、5班、9班。现场也有安排各个产销班的农作物，让来到现场的民众更进一步认识卓溪最优质的农特产品。记者高双双卓溪乡采访报道。